太太，小姐找到了，我们马上出发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讨厌，痒死了。好吧，你就不怕你姐突然回来吗？你好累呀。辛苦点上。十七，你不是在公司里面加班的吗？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，从我家滚出去！你能做出这种事，你还是我妹妹吗？从小到大家里的好东西都是我的，瞧你个男人怎么了？我看你是被惯坏了。你敢打我？发生什么事了？爸妈，你们来的正好，妹妹跟我未婚夫。你太过分了。是啊，我也说他怎么。是你太过分了，你怎么能因为这么点小事就打你妹妹呢？就是一个男人而已，你要是主动让给妹妹，她还会抢吗？爸妈，你们这么偏心，对得起我的付出吗？家里的房子车子哪一样不是你花的钱？那是你应该的。你知不知道你根本就不是我妈亲生的，我们家给你一口饭吃，你应该感恩戴德呀。你说什么？当年呢，我们一直要不上孩子，后来听说收养可以带来子女运，所以我们才领养了你这么个没人要的孩子。没想到你还真有点用，没过多久我们就有了自己的亲生宝贝了。你现在应该很绝望吧？这都是你逼我说的呀。真是我听到最好的消息。从小到大你们偏心，我以为是我做的不够好，结果现在看来是你不做人。你别得意，你亲生父母来找你了，听说他们是山里的穷光蛋。你赶紧收拾东西跟你们出发。老爷夫人，马上出发接女儿回家。甩掉垃圾，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爸妈，不管你们多久，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。站住，打开箱子看看有没有偷拿我们原家的东西。你们家的东西我不稀得拿，我嫌晦气。算了，他以后的苦日子多的是呢，别跟他计较。这么多年咱眼泪都哭干了，今天是高兴的日子。妈，你快看他们两个乡巴佬，开上三轮来的，穿得又脏又破，一看就是穷山沟里出来的。二位是十七的养父养母吧？这是我们老家的一些土特产品，希望你们收下。哎呦，不用了，这些东西老家有的是，打开看看，收下吧。这是土豆还是咸菜啊？这也拿得出手啊？这种东西在我们家就是垃圾。垃圾？这个家的垃圾已经够多了。哎呀，我都闻见臭味了。你，妈爸，天黑了，路不好走，我们还得赶山路呢。好。咱们都在这个山里走了一个多小时了，还有多久到家呀？早都已经到了，从进山开始，这座山就是咱们家的。啊，这得多大呀？三个亩的地里，妈妈花了两个亿买下来的。两个亿？我那咱们家到底多有钱？太不确定，每秒都不一样，每一秒都在赚钱。那你们怎么开三轮来呢？我们本来是想开劳斯莱斯去接你的，结果半路撞了，你怕耽误时间，直接花50万买下了旁边这辆三轮车。到了，这是酒店吗？欢迎十七回家，这是咱们家。啊！哇！天哪！哇塞！这么多人，咱家能住得下吗？住得下，还有20多年呢。你想住哪间呀？都行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没有啊。啊！吴老爷，夫人，这个不是你们给小姐养父母准备的见面礼吗？怎么又拿回来呢？他们不要，还以为是咸菜呢。不是咸菜，那是什么？龙凤一千个黄金。哎，这怎么还有块石头啊？这是价值700万的翡翠原石。哎呀，他们不知道错过了什么呀。
不过他们也不会得到这么好的东西。他们对你不好，得亏他们对我不好呢，要不然这破天的部分砸我身上，我都觉得很真实。